来，老铁们，那地方有个鳝鱼洞，我们来把它抠一下看看。昨天夜里下很大雨，这里有一个，那里还有个洞，来。上货，兄弟们，刚下过大雨，上货就讲。哎呦我天，来，好大好大，真的。差不多，你给他们给他们捅牙起来，给他们看有多少，他们抓多少。